我一个日本人来说，这边是台湾的富士山的盐巴山，真的其实蛮高的，如果啦就是拿来卖，听说有好像几千万，1.4亿。台南就是一个臭又一个好玩的地方，哇哦，哇哇哇哇，很对不起大家，来到台南一定要度假啊，去健身房干嘛？超高的，5000多高，听说5秒就可以下来。哇哇，每周五晚间9点，地球的庆典就在爱尔达综合台300频道。